这位大哥是单身吗？结婚了。你今天一个人来的？没有，跟老婆来的，她不敢坐前台。我们没有前台的位置。为什么不坐跟老公坐在一起开心？没有，他那么的出众。他哪里出众？量。本身做什么工作的，就是这么影响这个发量。发量工作的。对不起，刚刚有点冒昧了，对不起。送过最浪漫的礼物给太太是什么？没送过礼物，平常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然后就去肯德基喝豆浆。叫营养，叫营养。大哥，你追女人的方式是给她补充营养。这几年过得还开心吗？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哦，你的嗓音很棒哎，你可以说个宝贝在吗？来，三二一，宝贝在。大哥不要输，试一下宝贝在吗？三二一，宝贝在吗？